我是胡天，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做高山。家庭背景和经历都是非常复杂的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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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我还蛮期待去演这样的一个金融工作者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他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一个人，不是高冷。我想你帮我查，给我。他很独立，然后也是处理事情是很理智的。非常优秀的存在，非常有潜力的人。还是英文的那个好时刻，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不择手段，我不管我是踩着多少人。以前对他来说是为着某种目的而活着。怎么是你？后来遇见林沃，他会慢慢做一些改变，渐渐的变得释放、打开自己，敢于为自己去活。外冷内热的，谁也不能去伤害我爱的人。哇，保护自己爱的人。走了。